五月天，四十四点六国际卫视。新元素、新风格，2010全球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将于9月5号全球同步启动。美国赛区由国际卫视 ICN 主办，与国际实力媒体强强联手，专业团队携手打造，即将掀起跨国界的全新闽歌热潮。只要你爱唱，只要你感受，你就是梦幻舞台的主宰，赢得高额奖金，代表美国前往中国福建与各路好手一决高下。现在就赶快报名加入闽歌音乐盛事，电话报名请拨打6263378889或上国际卫视网站报名。